小圆儿现在看看可灵活了，小圆儿现在带娃呢。哪里？这是小圆儿的娃，现在叫给起名叫招财。圆圆，现在小圆儿可喜欢带着招财玩了，走哪儿带哪儿。招财也喜欢跟小圆儿一起玩。来来来，前两天招财跟小健玩，跟小健把肚子咬破了。小健是不知道深浅，现在招财一见小圆，一见着那小健就跑。来，圆圆，给你录像呢，来，来呀，圆圆，哎呀。哎呀，瞅啥呢？小圆儿也怕小健，小健就是跟人也好啊，跟猫也好啊，他就是下手没有轻重啊。我说的呢，都跑了，看见我家的小健来了，这个给大家看看我家的小霸王小健，一只将近20斤的大橘猫。金宝好，金宝那个一点儿都不那啥的，性格也好，他不下死手。一瞅那个小健出来了，他俩都不敢玩的，小圆也不玩的。你刚才玩，刚才玩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哎呀，可小招财，小肚吃的溜骨。已经没有那个当时被遗弃的那种自卑感了，现在老开朗了，老活泼了，是不？动动跳，动动跳，来，舞狮，动动跳，这是我家大圣子，上山呀，来呀，圣子，不玩了。好了，录到这儿吧。